要说多省一点，即便多省500块钱，是吧？夏天了，一顿小烧烤的钱也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来个试驾啊？我试驾，我们这边的试驾直播的情况是小姐姐直播啊，是我们的摄影师开车，我当摄影师了，我俩的角色就调换了。你们要想看吗？凯美瑞现在有2.4的手动挡吗？没有，凯美瑞的话我们都是自动挡的，目前没有2.4，是2.0的和2.5的，我们都是那种自动挡的车型啊，都是自动挡的车型。左上角表妹，我们直播间700多人啊，我们现在点赞4000啊，我们能不能破个万呢？是否能破个万呢？我相信你们，我相信你们。2分钟，是不是太相信你们了？2分钟点赞到10000，换裙子了，因为有点热啊。你就喜欢手动挡，但是现在手动挡的话呢不好买。说实话，现在的话基本上买到的话都是自动挡的车，包括现在的话你去学驾驶证的情况下，它不是也有那种自动挡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嘞，就是手动挡的不好买啊。即便能买到的话呢，然后咱们这儿也开不起来呀，是不是？柴油的没有啊？哪有柴油版啊？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汽油版和双擎的啊。麻烦用当地的话说两句，就是你吃饭了呗，就是你吃饭了呗，就是我们当地的话啊，你吃饭了呗。我的鞋码是44码吗？48码的啊，缩小了。表妹，我们左上角的话呢，来一波关注好不好？有条件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入个团啊。是否我们可以破个600了呢？我们现在是568名啊，我们是否能破个600呢？我们的粉丝团，姐姐多高啊？现在目前的话呢，45入，约等于1.8米的啊。没有快感，但是说实话了，你现在话的，然后城市用车来说，红绿灯那么多，车那么多的情况下，你根本就开不起来的，知道吗？你前面，但凡你前面有个车的情况下，你就根本就跑不起来的。所以说，不要说，其实你在市区里用车来说的话呢，你要太多的动力来说的话，就是太好的动力来说的话呢，使不上劲儿啊，使不上劲儿。你有，但是呢，你使不上劲儿啊。邢台是哪个省？邢台是哪个省是吗？河北省的，河北省邢台市啊。主播有多高？现在45入，约等于1.8米了啊！现在约等于1.8米了，表妹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更好看，我这边翻牌子的话呢，一般都是我们的粉丝团啊，表妹。主播的话，一般的话都是翻牌子的，翻牌子的话就是看你前边是否有带有我们心上人的灯牌啊。那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的车了。刚才有跟大家去说过了，我能不能汉兰达的话呢是有现车，对不对？咋说呢，现车的话呢应该还有一台我们的一个至尊版本的啊，白色的顶配的带有人脸识别的那款。这个车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要等的话是要等2个月3个月的，这是少说的。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呢店里的话是有一台现车，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汉兰达的，我们汉兰达的话呢有试驾车，你可以先过来进行试驾，同时的话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实车好不好。现车的话呢是你看好了明天就可以提车，因为明天礼拜一嘛，对吧？明天就可以提车的啊。高跟鞋肯定是1.8，想啥呢？穿高跟鞋肯定是1.8。入团一天翻3次，有点李宇春女装的感觉，好吧？我就是少了一个她的好嗓音啊。你好。我这么好了你还不入个团吗？是不是？咱们左上角表贝，我们把关注的话呢往上点一点好不好？左上角我们反手点个关注啦，我们反手点个关注啊，就是这样，反手点个关注，像我一样啊，看一下你们的胳膊的话呢是否灵活啊，小手指是否灵活，这样啊，反手点个关注，左上角。我家没有车吗？不是，是我最近的话呢确实没有带大家看车啊，因为外面太热了。你看我在屋里的话都已经，我都在这坐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个汗就一直在这流呢，你说外面的话呢天气更热啊，我又没有摄影师，不是很方便的啊，表妹体谅一下好不好？体谅一下啊。汉兰达混动有现车？有啊，汉兰达的话呢混动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有现车的，顶配的啊，顶配的是有现车的，那个中配的应该是有现车的，我再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我再给你看一下好不好啊。你是在损我吗？你是在损我吗？你让我俩组个合，你是在损我吗？我们汉兰达有现车，不过如果说你是邯郸石家庄邢台的朋友的话呢，然后大家的话呢是可以通过直播间来找主播的，因为我们有试驾车可以先带你去试驾啊，然后呢其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现车，不过现车的话呢我们是一台白色的现车啊，现车是白色的，然后呢米色的内饰啊，浅色的内饰的那款。
白色的车漆的话呢，我们贵了2000块钱啊，贵了2000。纯油版的汉兰达有吗？目前还没有上市啊。燃油版本的 2.0T 的这一款的话，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上市呢。目前在售卖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 2.5 的一个双擎版本啊。从邢台试驾到石家庄，想啥呢？我们这个话是有定位的，好不好？你去哪试驾的话，它都有定位的，而且我们是有试驾路线的。所以说，你想要把我们家的啊销售对吧拉到你们石家庄，有点不太现实啊，有点不太现实。白色的话呢，然后整体来说会显得车大一点，而且的话呢耐脏一点啊，这个话确实是白色的好处。